平常的小型的版型哈、啊。嗯。那刚才我们这样做，比如说我们这样做，对不对？啊，这样做还不够深以后呢，我的手啊，到这样以后，我的手肘可以去切下去，一切，这方就跑不掉了，切下去。那如果这样切下去，有没有人救呢？如果你会反身大肠，基本上还是有人救，来，先换你来救我啊，救我，我抓你，救我，好，切下去，继续切，好，手不够长，把手拿开，直接切我，好，压我，我要顺势，我顺他，看到没有？再来一次哈。这就是反身大肠的反情解脱，来，坐我，好，坐，坐我，坐，你速度坐快一点，好不好？坐快，没关系，坐快。好，那这个就是反身大肠的反情囊，啊，在小肠上面。如果我缠他，缠他，如果这个时候他做反身大肠还是可以解脱，问题他要会做。那现在你解开看看，做反身大肠，做啊，反身大肠怎么做？啊，做，好，继续，继续，对，好，好，基本上是这样啊，我只是顺境让你体会一下啊。但是在基本上你做不好，人家会反抗，会抵抗，所以你就做不出来。所以这种东西一定要做顺势，顺人而动，从人而再次。来，你做我，我抓你，你做我，好，做下去，对不对？好，这样啊，反正大肠怎么做，一样很用力，不要让我起来。懂了吗？好，你去接，再举进来。好，继续转哈。好，现在我擒拿你，做手，对，擒拿我。好，停，好压我，我要反弹，对不对？我要顺势。我们做慢一点哈，他动来哈，做慢一点。来，再一次，你压我，我抓你，你做，我抓你，你做小肠。好，擒拿我，好，擒拿以后，对不对？这个时候力量，对方力量很大哦，所以我们要顺劲再过来。它有个动作叫做顺劲回来，顺劲回来。好，有一个反身大肠。好，那这个东西做的时候要小心。如果没有做好，很容易把人家扭开。好，好，坐我，好，坐好，压下去。好，我要顺劲哦，看，继续压，压我的时候顺劲。好，好，顺劲。